相信大家都有用过地图，但你哋冇谂过地图系点做嘅咧？我哋系地政总署测绘处嘅制图师，主要制作政府出版嘅地图，将空间数据、地理信息透过图像向公众传达。我哋主要嘅职责系设计同制作地图同图则，例如香港街道及地方指南、香港街、郊区地图，仲有地形图、飞行图同卫星影像地图等等。制作地图除了要表达基本的地貌之外，我们还会因应地图的主题挑选相关的资料。好像为行山人士制作的郊区地图上，我们加插行山径的难易度、标距处位置等资料。在香港街，我们将地方、街道、大厦名称和位置尽量标示出来，希望能够满足不同用家的需要。当然美观实用都很重要，我们会运用不同的色彩、符号和字体去表达丰富的资料。在地图的背后，要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和先进的地理信息系统来支援各种地图的制作和出版。我们是这个系统的设计师，任务就是将一大堆黑板的数据变成一张张又靓又易睇的地图。我们亦要带领制图团队应用各种先进的科技去开发和制作更多不同种类的地图产品。制作地图是一门专业，我们会为地政总署和其他的政府部门提供制图服务和相关的专业意见，来到配合立法、施政、规划等各方面的需要。至于有关开发、优化、管理地图存档和销售系统，还有审批地图版权的申请，都是我们负责处理的。由于地图上的资料非常丰富，而且随着城市的发展而不断更新，我们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细密的分析能力，将地理信息准确而有效地表达出来。制图学是一门包含艺术、科学和资讯科技的学科。作为行业领导层，制图师需要富有设计和色彩运用的触觉，亦要不断积极学习，扩阔自己的知识领域，引领行业持续发展。晋升选拔委员会会参考员工的周年工作评核报告，考虑工作经验和才能等重要因素，表现出众的助理制图师可获晋升为制图师，假以时日更有机会成为高级制图师。作为一个制图师，我希望将地图产品做得清楚准确、美观实用，符合用家的需求。我们会留意制图的新趋势，去配合社会的要求和新技术，去继续开发不同种类的地图产品和应用程式，透过地图服务市民，就是我们制图师的使命。